你看看有什么？啊？没听见你说。然后你几点吃药啊？昨天晚上十二点，然后今天早上七点都有吃那个退烧药。哎，所以你现在还有发烧？那叫咳嗽。喝的是要打针吗？要打针吗？等下你自己跟医生讲，你要不要打针？你要不要打针？要。打吧。要不要打？你去看那个动物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喂。哇，到底啊？屁屁到底了，要打错了哦！要打错了哦！要打错了哦！要。